吧。今天是八月三号。八月三号啊，今天。哪天快开了吗？对，下礼拜五。我们小不点今天刚翻了四个身了，我这取来录像机，准备录他翻的第五个身。要翻了。这刚，咱们刚去拉菲亚接完姐姐回来哈，我们就学会了翻身了，翻了一个又一个。没劲儿。没事。放行了。来。妈妈给你好好摆摆这姿势，不是我刚才把它拿出来，原来都是在这上头的。好，再试一试，马上了，妈妈看你都马上就翻了，来试一下，刚才怎么翻来的还记着吗？哎，对，就这意思，你翻呐，你倒是翻呐。来，哎呦，翻一个，妈妈给你录下来。刚才都翻了四个了，就差这一个，就翻这一个。这个名字叫不点翻身。哎呦呵，坏了，这都脚都跑到那儿去，大概完蛋了。翻。翻 ，smile， 看，你再翻吧，好吗？给大家翻一个试试。妈妈知道你能翻，咱把这手往里头稍微缩一缩。哎，对，这个呢往外立一立，对，这就有翻的意思。看，这一使劲儿，手一推就翻去了。哎，使使劲儿，爬一步，你看，哎呀，看见吗？是爬一步，爬不好就翻，变成翻了。再来，哎，好了，哎呀，宝贝儿，你真好，成功的翻了一身儿。哎，好，这是胜利者的微笑。参加奥运会了。咱们参加残疾人奥运会啊。不是，可不是。哎，来，接着来。预祝你成功，I love you。I love you, Alex. Hi. 哎，下一个，哎呀，还流哈喇子的笑了哈。来，你今天笑好了，弄完了，妈妈马上给放到 YouTube 上啊，让他们看啊。再来一个。今天大舅还来电话说你长得虎头虎脑，我们这头，我爸不是我哥说的虎头虎脑吗？嗯，是哪句话说的？嗯，虎头虎脑。再等你大舅再一看呢，我们的虎头都变成秃头了哈，秃头，秃脑。耶耶。哎，使劲，你看看我们小腿这哆嗦呢，还来看照下来，艰难的爬行，来，妈妈给你再放垫子上，嗯，哎，小胖，嗯，好了。看我们的小脚丫儿，玩，看小胖腿儿，两个褶儿，
看我们小胖胳膊，一二三四，四个褶。看我们的小兔脑袋，没有褶。再看我们的胖后脑勺，看，那咱就不知道了。嗯。看。我脖子根儿有个褶。看，耶，耶，耶，胖胖胖，小胖胖，小胖胖，小胖胖。哎呀，真努力，真努力。好，使劲。就是那女的说，她爱人是新疆人，还没来呢。没有，在这读博士后还是博士，我不知道。就餐馆的那女的。那服务员说，她有个女儿16岁那个。我不知道，女儿老大16岁，比她大16岁。那些今年上大学了，好像要。谁大16岁？比她老二大16岁。他老二多大呀？22个月。喂，马上快2岁了。哎哎，你别出去啊，孩子。对，不是生物化学好像应该是没问题，在这找工作。那有啥奇怪的呀？没见过大博士啊？他就比你老多了，哎，妈妈给擦擦啊。咱们要上 YouTube 呢，一定要表现好一点啊！不哭，喂，唱歌，唱个好听的歌。喂，吃啥呢？嗯，喂，哟，哦，我还以为他网球打到咱们窗户上了。喂，你看不哭了，应该头一次让你趴着，哎呦呵，不太行，头一次让他躺在这儿，他不叫唤，不都蜷起来，要撑着起来。累了，真的。